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各位半岛马鞍慈龙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早晨我们半岛马鞍慈龙卫理公会的主日崇拜。相信大家在这一段期间，可能在家里我们被封锁了一个多月，在这个时候我们仍旧有生命气息，我们还是应当如此的来赞美歌颂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继续能见证他。我们也感谢主，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一段期间，我们都仍旧还相安无事，身体能平安健康，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看到，我们也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段期间可能都有面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难处。当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歌颂，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赞美他的时候，我在这里也一样的恳求我们弟兄姐妹，也一样将你的难处，可能你身体里面的不舒服，或你心里面的一些的不愉悦的地方，都一样的告知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从天上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在三天过后在主里复活了，在死里复活了。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要将荣耀归给他。当我们每一个星期重复一次又一次一起在一起崇拜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另外一个空间，在网络上，在线上一起来崇拜的时候，我们仍旧在主里面是联系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仍旧是一个家。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也预备我们的心，借助我们教会的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以诗歌来敬拜他。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敬拜的时候。虽然我们在经过这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靠住我们主他的刚强，他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恩典足足够够地充满着我们，他能力地应付着我，让我们靠着耶稣得胜又能得胜。呼唤心里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有之满满，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伏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是的，主，你的恩典足足够够让我们用。当我们经过水和火的时候，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干着。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有真人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有之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
恩典够我用，能力扶你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家里，在你的住所，若是你方便的话，请你站立；若不方便的话，请你就坐在你的原位上。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接下来我们一样仍旧站立，一起来唱三一颂。请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就是今天的正道经文，乃是以取自于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15到第17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你在家里也请你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请听我念。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或是信上写的，都要持守。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和那爱我们开恩把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定你们。这是上帝的话，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现在我们请德文执事用上帝的话语来劝勉我们，他的今天的正道题目乃是做主精兵，人人服侍。大家好，请代表班达马慈龙卫理公会的信徒向大家问安，向凡属乎我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众教会的安。愿我们天父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自从政府颁布这行动管制令来，不知不觉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注意最近报章上的数据的话，全世界因为新冠肺炎而不幸罹难的人数将近有16万之多。我们可以想象，在巴生这个城不大多的人口大概有30万。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幸罹难的人口放在巴生来比较的话，就等于大概每两个我们认识人当中就不幸的遭遇这极大的悲痛。在这非常困难的时期当中，有什么是我们的安慰和我们力量呢？前两个星期，大门教会的会传道丽红姐妹以诗篇91篇和众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包括上个星期我们蔡礼华牧师、我们主理牧师透过上帝的话语提醒建立我们。我想重要的是，不是谁对我们说了什么鼓励或者正能量的话，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帮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些话语是来自一个造天创地上帝亲自给我们的应许。是诗篇91篇开头这一句话，凡住在我们至高者造天创地的上帝为我们所预备避风港的人，必会能够住在我们这位全能者的荫庇之下。诗篇每一篇我觉得最近都带给我极大的安慰，例如诗篇96篇第三节如此说，在列邦中我们要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要述说他的启示。上帝的心意是，无论我们在何时代何景况，我们都可以经历他的荣耀，可以经历并见证他在这地这时代所行的极大的神迹奇事。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上帝的心肠不单只是愿意我们分别为圣，与他圣洁有份，他是充满极大慈爱，让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能够如此亲昵的让我们称呼他为我们的父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亲。因此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愿意放下身段，舍弃身体，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流出极宝贵的鲜血。上帝的心肠透过主耶稣明明显显的彰显给我们看，就像以赛亚先知如何预表主耶稣他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善义真神。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对亚山的芦苇他不折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损坏了，我们就把它拔除，就把它移掉，以致新的东西能够重新被建立，新的东西可以重新的被长出。但是我们的上帝的心肠是看到，即便是一个受伤的芦苇，它不会随意折断。他还说，江城的灯火它不会随意的吹灭。这是我们上帝的心肠。
我非常感恩，这么多年来在神的家里面，我听到许许多多上帝在我们的信徒当中极奇妙的作为。特别几年前，我听到一个弟兄见证他生命当中行过一个极不容易的一段死因幽谷。什么东西带给他力量呢？不是我们所谓口中的正能量，不是我们所谓的心灵辅导、心灵鸡汤，而是带有上帝极大的权柄、跟能力、跟应许，让他能够走下去。他说："德文，耶利米书当中有一句话带我走过这段路。"他说："上帝如此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不晓得这段时间、这段日子什么时候会过去，我们不晓得接下来明年这个时候会什么样情况，甚至我们无法预测明天日子将如何。但是今天我们晓得一样，我们上帝所依靠的那位神是何等性情的一位神，你所认识的那位天上的父亲是一个如何能够把慈爱、恩典愿意随时浇灌给我们那位全能、全知上帝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们的末后有指望。耶利米先知继续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心请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因此，我们的盼望、我们一切的恩惠、我们一切指望，我们晓得这是上帝明明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今天，谢谢主席所念的那段经文，我们起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这短短的三节。今天我们就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短短三节，在这个大环境当中，给我们重新提醒，给我们鼓励。在过去四次的讲道当中，和众弟兄姐妹分享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也让弟兄姐妹大概了解这封书信的背景。保罗在第二次的宣道旅行当中，在很短时间内，大概没有超过一个月时间，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当中，在当时的非犹太人群体当中，建立了一所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很不幸的，保罗没有太多时间牧养他们，就遭受到当地犹太人的逼迫，他不得已一路的逃到了哥林多。但是他在哥林多当中坎坷不安，只等到他的同工提摩太和希拉把好消息到达哥林多，让保罗知道，原来即便这一群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没有一个长期的牧者能够实时的每个星期或常常的跟他们相聚牧养他们，但是他们本着保罗对他们的福音的教导，他们紧抓了上帝的应许。他们面对了许多的逼迫困难当中，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显得更加的坚强。因此，保罗大受安慰，写了这两封书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单只表达保罗极大喜乐跟安慰的心肠，更趁着这两封书信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继续站立得稳。在这2章14节里面，保罗用了一句总结的话，因为当时当保罗写这第二封书信的时候，他听到当时来报告消息的同工们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面对了一些旁门左道，甚至一些异端邪说的影响，以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第二封书信的时候，兼顾他们，在14节的时候特别总结说，上帝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呼召了你们，使你们可以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是什么呼召了帖撒罗尼迦的众信徒们呢？不是保罗的魅力，不是一些新奇的事物，而是上帝借着使徒保罗和他同工，明明的用主耶稣的救恩这个好消息呼召了这群信徒。同样，我觉得这次经过这次极大的磨难，这个大环境当中，
重新的我们可以审视，是什么呼召了你和我呢？是传统吗？是我们上一代的祖父祖母、爸爸妈妈习惯的来到一个建筑叫教会的地方呼召了我们吗？还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可以与弟兄姐妹常常欢喜快乐相处，呼召了你和我吗？当然这些都极宝贵，无论是习惯，无论是传统，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敬拜神，这是极大的一个恩惠，以上帝所准备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晓得，真正呼召我们是那起初当你回应神说我愿意回归到神的父家，跟这个创天造地的上帝重新与这恢复美好的关系，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赐下了圣灵让我有能力回应上帝这一切的呼召。这是福音的本质，不是传统，不是习惯。今天我们要切实知道说，真正呼召我们的是这福音。威士里·约翰明明也指出说，今天我们一切传统的资源是我们卫理公会当中极宝贵的一个遗产，能够让我们透过这些过去的传统的资源，让我们能够在现有大环境当中清楚地表述并活出我们的信仰。传统不是一个框架，威士里·约翰我们先祖指出，传统是我们一个极宝贵的资源，因此传统本质本身不会定义我们目前的信仰，但传统所带来的资源是可以我们重新不断的使用，以负责任的眼光、负责任心态活出我们现今的信仰。保罗继续提醒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说第十五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务要坚定不移，无论是我们信上的教导还是口头教导，我们都要坚守，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境况如何。十六节十七节是保罗的一个祷告，我们要一口气念完它，我们就晓得保罗如何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也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教会如此祷告。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和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盼望赐给我们的那一位父上帝能够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刚强。因此上帝的心意不是单单要求我们在知识上有长进而已，更是要我们在心里面完全的相信，灵里面的降服和生命全然的顺从。只要你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回忆，就是当我们口里承认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心里相信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跟这个造物主重新恢复那个父跟孩子的关系，并且赐下圣灵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的生命就写在上帝手中的那个生命册上，这个得救的恩典从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直到我们过完我们这在世的最后一口气为止，见我们上帝的面。因此圣经如此形容说，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醒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得救不单只在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一刻，更是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最后一节的祷告文当中，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特别在逼迫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仍然刚强。我们领受上帝的教训，领受主耶稣的教导，圣灵的帮助，不是单单为了丰富，单单为了我们有余，单单为了我们能够行道的时候而准备，更是在一切世上面对各种混乱黑暗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善行善言上更加不断的要刚强自己，以致我们在神的荣耀上有份。保罗写信给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你不单只要交托，寻找出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而且你看到我因为福音而付出这一切代价，你要跟我一样的学习，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圣经如此教导说，保罗教导说，凡在军中当兵的，我们为上帝当兵的，无论世上的景况如何，我们不要被世上的事情缠着，好叫那教我们、招我们当兵、招我们当兵那位神得喜悦。特别在这个时刻，我觉得我要对众信徒，特别要对教会的众仆人领袖们，我们彼此提醒的一段话。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很好，你们学做基督徒，你们学习耶稣基督给你们一切教训跟教导，这样师父有很多，很好，没错，我们需要很多教师，许多老师忠心的把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的福音讲解的清楚，但是保罗说，愿意做父亲的确实不多。保罗说，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生了当时的信徒们，他是以父亲的心肠喂养这一群初期的哥林多的信徒，不是单单做师父，不是单单做老师，不是单单做教训，而是以父亲的心肠把他们引到主耶稣，引到上帝的丰富里面。因此保罗说，求你们效法我，这句话也对如今的教会，对我们这些仆人领袖们说，你们效法我，因为你和我，你和我都成了一台戏，要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这困难的时候，许多的世人都问我的盼望在哪里，这世界上是否一位造天创地的神在关心关注我们，我们就是当中这台戏的一个主角，演给世人和天使看。环境虽然困难，但是我觉得从数千年前当主耶稣基督降世带给我们这个好消息，上帝的应许就不断的不断临到凡是信靠他的人身上。我记得在五年前我经历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几乎以为我走不出来了。我记得那天晚上下着雨，我开着车载着我的太太和两个女儿，我心中非常郁闷，我不晓得我如何走过这非常难熬的关卡。就在那个时刻，我说，上帝，我该怎么办？我在开车的时候心中默默想这件事情，我两个女儿就在车后面唱了一首她在主选里面所写到歌曲，她拍着车的窗口不断唱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但是我相信我信不足，请你帮助我，不要怕，只要信。回到来，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做主精兵，人人服侍。德文，你可能你会说，德文，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心中以许多的不安，许多的未知数，这时候还如何叫门出来服侍呢？行动管制令，我们不是要听有关当局指示乖乖的待到家里吗？我们还能够怎么服侍呢？还如何透过服侍做主的精兵呢？我觉得上帝心意不随意改变。上帝如何过去五年每一年赐给我们一个主题，让我们的众信徒回应他，上帝的心意一开始他不会随意的改变，即使环境，即使景况一起都要变化，在我们还未知道的时候，上帝已经预知这一切将会发生。因此特别这时刻，当我们说做主精兵人人服侍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锁定在如今的教会，在我们背后这一排排的空的椅子，可能曾经我们曾几何时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传统，我们每个星期可能几次
坐在特定的位置上，做习惯的动作，在特定的岗位上重复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如今这些空的椅子、空的场所，就像过去许多年来可能我们当中一些仆人领袖说，上帝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没有墙壁，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使人自由的进前来寻找那使他们得安慰的上帝，那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没有墙壁能够拦阻我们可以自由的出到外面去见证神的荣耀，如今就是了。但是真正的墙壁不在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四面墙壁，我想真正墙壁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墙壁，我们所习惯坐的椅子没有。真正今天我们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继续选择回应神的呼召，做主精兵人人服侍的话，我们要问的那句话是，上帝在我们心目中所坐的那张椅子是主人席呢，还是我们墙角旁边的一个矮凳子？我们 要问的不是我们在教会曾经有什么样的岗位，曾经有怎么样的一个服侍的一个位置跟职分，现在要问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你给他所住的在你生命当中的那张椅子是否是全然的我们顺从的让他坐上我们那张最大的主人席？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回应呢？在我们这段行动管制令的时候，非常感恩教会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主动的回应说，在社区当中也许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客工、难民、单亲、独居老人，包括前线医疗人员，他们所需要各种资源，我们如何回应呢？过去几个星期，教会的一些仆人领袖们也和牧者，我们不断召开一些会议，也寻求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如何仍然的见证上帝在我们心目中当中的恩惠。可能你说这时候我可能自顾不暇，我怎么回应呢？我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不代表说我现在口袋游的比你们多，也不代表说我的重担会比别人来的少，但是我所信的一样恩典说，上帝的恩慈够我们用，以致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愿意选择回应我们这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要流露出上帝那股馨香，以致我们可以经历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那种丰盛的生命。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人必须信有神，知道神掌权，而且相信神会赏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因此无论我们现在何景况，你愿意在神的国当中有份的话，上帝会把许多的丰富透过因为你对人的服侍回应神的慈爱圣洁怜悯，你会经历许多还未经历他恩惠跟救恩的人所经历不到的那种丰盛。马来西亚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在不久前经济刺激这个振兴配套，马来西亚政府发放了2500亿。这2500亿呢，将近了马来西亚去年2019年的人民总产值的 70%。我们2019年的人民总产值大概是3600多亿。这70多% 的一个发放，我盼望我们在当中所有的信徒、为信徒们、所有的人民都有机会透过不同的帮助能够尽快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政府为了振兴这个经济大手笔发放了2500亿，但今天我们所信靠的神，万古千山当中一切所有都是他的，他的供应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他的供应也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今天我邀请弟兄姐妹、亲戚朋友们，我们再次的回到我们这创天造地的造物主面前，向他祈求恩惠，让这段行动管制令的时候，我们重新赎回我们的时间，赎回我们过去所失去的。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明天的事情我们可能无法掌握，但是我们相信今天凡是对愿意回应上帝恩惠，向他祈求怜悯的人，上帝会亲自的回应你，把各样的丰盛、各样的恩惠使我们有份。卫理公会的信徒和许多传统教会信徒对三一颂都非常熟悉，英文称三一颂为 Doxology。 这首简单的四段的词句呢，写自大概400多年前，在中文当中是如此唱的：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们。中文把英文的翻译相当的精准，也非常的透彻。但是如果我们以英文的原文来读的话，我们会看出另外一番不同的景色。英文的第一句话是如此唱的：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 flow。 感谢父神，他是一切的恩福、一切赐福的源头。第二句话：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所有在地上的受造物，你和我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他。第三句话：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s。 天上所有天使都当赞美父神。最后一句话：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赞美父子圣灵， Amen。 所以这简单的四句诗歌曲，我们可能过去很多的时日我们都在唱，但是他提醒了一句话：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处丰盛，无论处贫穷，无论处顺境，无论处逆境，我们都当以信心诚实来实时和天上的、地下的、当中所充满的一切赞美我们的父子圣灵，因为神掌权，凡信靠他的人都不至于羞愧。一切恩惠慈爱归给凡是信靠父子圣灵的神的儿女们。阿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早上平安。让我们这个时刻，我们预备心来进行奉献。我们先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主，你为我们死、埋葬、复活，为我们升天，也帮助我们这个时刻能够常常来仰望你，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切的所需，你都常常的供应我们。我们如今要回应神你自己的话，借着主你的仆人刚才所分享的，让我们愿意的透过金钱来回应。愿上帝你也一样的施恩赐福给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姊妹。主啊，让这些金钱都能够用在主你的圣工上。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听一些报告。首先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执事会已经开始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爱心关怀派粮的一个活动，目的呢是要帮助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一些弟兄姊妹啊，比如特别是年长者啊，特别是那群不太方便出来买东西的弟兄姊妹啊，让他们在这个时刻，当我们把这个食物啊食材分发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安心的在家中，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爱心的关怀，继续的来帮助到我们这群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那么每一包的这一个食材的分量啊，大约价值呢是50多元，然后还有口罩。如果弟兄姊妹呢，你们有感动想要做奉献，可以把钱直接的汇进我们的银行户口，然后呢把这个网上的这个单据就传给我们的财政慧文姊妹。另外呢，也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当中啊，我们不能够出去，但是我们要习惯如何进行这个网上的线上的会议和这个聚会，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能够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来建立。另外呢，我们成年团契也推动了今年第二次的这一个抄写圣经，所以第二卷书是箴言书，盼望弟兄姊妹也能够在这个时刻也能够开始来抄写箴言书，特别是那些已经把哥林多后书抄完的弟兄姊妹。那么截止日期呢是11月30号，那么这一卷书也盼望弟兄姊妹一边抄一边背，而且也一边的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面。那么也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下个主日我们仍然有线上的崇拜，时间同样是11点，那讲员是春黄执事，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的来敬拜上帝，这时候我们一起的来做个祷告和领受上帝的赐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使我们今天我们能够领受到主你各方面的恩典，求主你纪念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常常带着喜乐，也满有神你自己的供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缺乏，每一个人都有平安都有健康。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